自閉症患者的世界入面充滿特色，或者他們覺得人和死物是沒有分別的。喂，認下我啦！你們有什麼願望啊？又或者他們會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人存在，其實他們的心底是很純真、很單純，就好像紙一樣，而且他們都很想有個朋友，人家不拒絕他那個就已經是朋友。如果整巢了或者整爛了，即使黐翻好都仍然有個很清楚的痕跡在這裡。多一份關愛，令他們有多一些生存空間，送給你的。